聊天室，不要闹，好棒！No soy china, vos sabés dónde está Taiwán, Taiwán y China es diferente. ¡Vamos a ver! ¡First Raycon! Él es Asian Tato, pero yo soy Asian Goddess Tong. ¿Y sabes por qué? Porque Tong significa bucket, ¿ok? Yo Tong es como Hong Kong. Yo es como vino. ¿Qué es eso? Vive suave. Ok, bye bye.米酒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拿兔子的刀。不对啊，手扶好，然后切切这个姜，姜滴滴。你们说啊，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实况组。难道不是吗？你们为什么都不来看我煮饭？好，我们就把狙先掉进去。他又死。你们不要吵啦，反正哈，我煮的给你们吃，你们还不是都吃下去，对不对？把他的那个逼出来，用你的内功这样逼出来。狙已经煮好了，这时候我们要先把狙拿起来。好，我们把狙拿起来。要烧锅子。要烧锅子了，锅子要烧起来了。先让它冷静一点，不要烧起来。好了。哎呦，听到这个声音啊，不说了。现在要用我的气功来逼它滚。动脉光波。不。奶不够大，怎么办呢？那你也来帮我，这样我们有刺客。一二三，动感，动奶波波，你要波？哼，我生气了，他都不波。好，大家看到了吗？这现在已经煮好了，现在就长姜子，这个颜色很好。你们有看到那个芦花姜子啊？姜子。要死我！我想吃那个，从刚刚炒到现在就要吃这个。你要再换吗？那没有。我要再换啊。真软。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又在煮食，然后呢，阿莫就带了这个来给我吃，然后他就有蒜头。然后我就准备要大口吃，他说你等一下要上去呢，你吃这个下去之后，等一下很可怕的。A few moments later， 还有酒吗？因为好像有吃到呢，我觉得刚那个有酒，我的眼睛要过敏了。面前对的是谁？那我们找点点吧。我就说吧，阿贝，那个乌龟是绿色的，要小心哦。那个乌龟，那个乌龟。阿贝，那个乌龟是绿色的，要小心哦。那个乌龟。没事。你看，那个阿贝也是绿色的。我想先上去尝一下，去你家尝一下，去尝一下就好。
起来，收起来。好好好，你看。等你看包包。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店啊，是我刚当空姐的时候第一班飞，就是飞仁川第一个来的地方，就是这间餐厅。我们现在要点一个，就是这个最贵的咕咕鸡跟一个最便宜的，然后我们等一下来比较一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差别。我现在准备来试试看它好不好吃。来吧，你怎么了？对，你还好吗？说说你现在。我觉得这里面有酒。嗯哼。有那种料理酒，很好看。不行了。对，赶快来，把它带回家。对，趁虚而入。娘娘发酒疯。原因为什么？他就喝了，但有完全我喝不出酒味的生鸡汤，他就变成这样子。对，有点。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把这个人生回去酒店，然后我自己就 happy happy 一下。哈哈哈哈哈。变样子，对，他变样子。Morning， 打乒乓球。厕所右边，右边。给钱啊！好，给我就好了。好好好好好，去去去，你要先给钱。好大的鸡鸡哦！对，来来来，看一下，这是他手里的鸡鸡。好大的鸡鸡，太好笑了！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在土族村醉酒。Say something， 口皮，你要喝咖啡吗？对，太搞笑了。我们现在去哪里？你刚吃了什么变这样？说。那个鸡，那个鸡，然后外面，哎，这个鸡好 ，OK， 非常。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我们有栋是拍照的地方。阿哥，阿哥喜欢。阿哥穿什么？对，阿哥一直在看他。太神奇了，人家在夜店醉酒。他在土俗村生鸡汤里面给我喝醉酒。